Felix! Sieh mal lieber hin, du! Felix! Felix!刚才夜审乌盘之际，招惹冤魂上身，狂声大发，胡言乱语啊！报事！报咩啊？报事啊！报事！报事！喂，你哋都讲啦，你哋咩人啊？系咪拍戏啊？定系真系绑架勒索啊？冇乱嚟喎，放开我先喎！无论你系冤魂定系野鬼，都不得干犯朝廷嘅命官，速速嚟我包大人身躯！包大人，喂，咩嚟噶？放开我咩啊？ 放开我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喂，警察嚟噶，绑架警察好大罪，知唔知放开我？仲喺度胡言乱语，继续夹鬼手指。打开，冇挂。喂，有胡须。哇！喂，好猛啊！胡水唔掂，黑狗血，黄潮黑狗血都嚟。黑狗血追！哇，咁大炮！喂，唔好乱嚟啊！喂，讲笑啊，兄弟，唔好乱嚟啊啦！我死啊！ 真系黑狗血嚟噶嘛？再嚟，系李振，我入边嗰只鬼魂走咗落咧，咁真系万幸万幸啦！包大人，咩啊？你是否认得属下？边位啊？展护卫啊？展护卫，我展超，我识你。包大人，咁属下咧？睇你斯斯文文，你梗系公孙生系嘛？包大人，我哋咧？ 你哋几个梗系皇朝马鞍啊，张龙赵夫咁啦，系嘛？系啊，咁古仲柴放开我先啦吓。系松绑，松绑，包大人，刚才多有得罪，多多包涵。系，客气客气。你啊，越睇啊越似一个人。边位咧？黐咗须嘅蒋志光，你就冇黐须嘅袁伟豪。哈哈，系啊，你。哇！ 呢个布景搭得几似无似样嘅吓，哇哇哇！喺屋顶都搭埋出嚟啊！大制作啊，大制作啊！睇嚟只鬼仲喺包大人身上。包大人可能系失心疯，俾鬼迷完又失心疯，似啊！既然系咁，请茅山道士啊！一个二个啤都我咁行做咩啊？班友仔唔似系拍戏咁，我喺边度啊？包大人，不如等属下为你把把脉。 你头先叫我咩话？包大人，我系包青天包大人。当然啦。有冇镜？有。个额头真系有个月亮噶噃？啲数都系真噶噃？乜包公块面唔系黑色嘅咩？究竟发生咩事？ 点解会咁噶？喂，有冇人话俾我听，究竟发生咩事啊？吓，包大人本来系夜审乌盘嘅。夜审乌盘？
陳昌似都文言文嚟嘅，啲字又深喎，睇鬼得佢明啊！包大人，明日就要開審此案啦，要傳召何許人？包大人，尚未有頭緒。烏盤案啊嘛，好熟噶啦，我細個就睇噶啦，好似話可以喺個烏盤度請個鬼魂出嚟噶嘛，咁點請啊？請俾我睇下。大人，證人黃俊先前因為醉酒於烏盤辯溺，佢聽到烏盤鳴冤喊屈，於是乎將此烏盤帶嚟俾包大人你明斷。唔怪之咁壓啦，仲擺到咁近我，唉，咁跟住點啊？但係烏盤嚟到公堂嘅時候又唔講話，於是大人想趁夜晚嘅時候向烏盤臨小便，以便令其發聲講明案情。岂料當包大人傾到辯溺之時，即有鬼火衝向包大人體內，恐怕招惹冤魂上身。鬼火衝向我體內，報説啊你！有報事？成件事都唔合邏輯嘅，幻覺嚟嘅，最多都係發夢。發夢簡單啦，一覺瞓醒，咩事都冇，咩都正常翻噶啦。我突然间好眼瞓，我想瞓阵，你哋唔好嘈我，唔好搵嘢夹我嘅手指，唔好搵狗血淋我啊吓！我瞓啦。睇嚟包大人佢真系撞邪，或者系阴魂不散，仍然滞留喺大人体内。各位兄弟，咁点算好呢？点解瞓极都瞓唔着噶？我唔要做包青天啊 ！Phoenix， 你唔好有事啊！我要翻去揾你，我唔要做古装人啊！哇！各位 YouTube 嘅观众朋友，我系黄志文 Mandy， 我系六号六号明啊！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频道呢个 channel 咧，就可以收睇精选嘅 TVB 剧集啦。仲有英国嘅观众朋友，我哋最近新出咗一条专为你哋而设嘅 YouTube channel TVB JUK， 将今年最精彩嘅剧集带俾你哋，记得 subscribe 啊！